fashion 有个好处就是因为着住嘢周围行，如果你要见我嘅写字，你要嚟到嘛，即系着衫嘅 fashion 系一个即系 mobile 嘅 statement 咯。即系如果你有钱使嘅话，有时间咁即系去揾一啲你着嘅衫 make your statement。即系直播鞋对我嚟讲平，人哋知道系边个，咁如果何乐而不为咧？不过我最可惜就系大部分人都系太穷或者太唔得闲，冇办法即系用衫嚟讲个 statement。当然佢每一个人最后嚟讲都有个美好，好微细嘅地方你都睇到。咁呢个其实就系人生嘅意义嘅，你去 appreciate 人哋嗰个审美观啊嘛。一个你话 fashion 系一个美好，其实个 statement。最大的 statement 就是你关心最靓的，没有其他的了。